好久没有爬山了，我们这些老顽童要开始手痒脚痒了。我们今天来爬大肚群山步道，有万里长城步道、旗开得胜步道、环保步道，还有竹寮步道。蓝寮啦，蓝寮步道，蓝寮步道。我们走进万里长城的秘境，这样的路径就有一点像爬山了，还可以拉绳。直接上去就到达那个凉亭，再来，等一下我们从凉亭切下。接下来继续走，继续往前走，另外一边。哦，有一棵倒木横在前面，树干也蛮粗壮的。爬山就是穿梭在浓密的树林里面，感受就是不一样。这里的林木大部分都是相思树跟雀榕，那也构成了一片绿意。爬蓝脚就从底下，从上面看下来，风景也不错啊。就刚刚那蓝色公路啊，再往上走看一下。上面的桥就是华南路横跨这个溪谷的桥。大肚山区的步道特色就是鹅卵石特别的多。从这里爬上来，我们就接到华南路。华南路，横过华南路，上坡要注意卵石的滑动。后来要撤退的时候，就是走到高山镇。不过走在这样的林道里面，感觉是特别的凉爽舒服。左边的道路是往刚走过的溪谷，那我们中间往万里长城原来的步道往上走。然后右边这个岔路，我们就是往旗开得胜的步道往上登顶，仍然是有一个坡度的。这里的步道宽敞又舒服，在凉亭上，我们往西南方向看彰化区大肚溪流域，来爬上凉亭，享受凉风徐徐。走这条是万里长城的主要步道，可以看得到更多的登山好朋友。我们往左边切万里长城的能线步道，能线步道比较原始，上面有一个享受亭，队友说要长寿也要享受。这是下切，还是要小心。漂亮视野，弯曲上下起伏，万里长城能线步道的特色。走一个鹅卵石砌成的步道阶梯，加
上僵尸树林。看看我们这些老顽童，一登山就这么神清气爽的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哦，那是有够好的嘛！前面就是一个享受亭啊。到享受亭享受这里的视野风光，还有清新的空气。享受亭下来，我们下坡往新兴登山口。也不是说它，因为我是知道它为什么。听说叫做公车世纪站，两个小时有一班公车。出现了一些阳光，让步道走起来更清幽。前面是山涌站，这一段的步道有树搭配的很漂亮。老顽童登山队现在在大肚万里长城新兴登山口拍一张照片。离开热闹的新兴登山口，走了这一条，你人生才会胜利。有路障吗？走这一条才会旗开得胜。这个是叫客家义务，要不然一直在万里长城不是？各位同志，每个礼拜都走万里长城，永远没有得胜。要走这一条，人生才会胜利。哎，旗开得胜。OK， 胜利方程式。好。哎，这个我们那是走上面。刚刚看的就这里了。哦，就要上去的。旗开得胜步道开始往上爬，步步往上爬才能旗开得胜。往旗开得胜这个步道的坡度还算很陡，不过大概约有300公尺就到山顶上了。从德开七圣往右方寻找刚刚走过的享受亭，很过瘾的，今天来，我的小欢喜，这边来过无？这边往旗开得胜主线道，我们今天要加码绕旗开得胜的腰绕步道。旗开得胜腰绕步道也是一样。非常的清凉。这有一片枯树林，曾经在这里有发生大火，所以留下来的一边枯木。这里有一片绿色走廊林荫大道，走起来非常的舒服。阳光透落，在林荫间走起来明亮，又走到林线上了，一样可以感受到风呼呼的吹。现在来到永寿亭，长寿享受就永寿。现在是早上9:12，老顽童继续往旗开得胜前进。啊，赞呐！旗开得胜，旗开得胜。舒适的步道，宽阔的视野。旗开得胜的主线道。啊，这一个。啊，迄个。哦。啊，这一个是万里长城主线道。
啊。这里叫做蝴蝶谷，没有蝴蝶的蝴蝶谷，但是整理出一个平台，听说平常也有在泡咖啡，爬山爬累了来这里喝一杯咖啡应该也是一不错的选择。现在要陡坡100公尺到停车场，就是万里长城的登山口。风好大，在万里长城长寿亭，我们再找到一条秘境小岔路，我们继续前进。下切攀绳，鹅卵石松动，比较容易滑。印象深刻，这个倒木好像早上才经过。下午都在华山路，好厉害啊！要爬到华南路来了，根本就没有在爬嘛。我早上都在华南路，绕来绕去都是华南路啊。第二次横过华山路，应该要小心，然后接环保公园路，我往这边接环保公园的路线了。一样有遮荫，阳光微弱，步道也算平整好走。早上的下午茶时间就改成台湾时间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像一个垒球场、棒球场啊。哦。左侧接环保公园大门口，也就是垒球场的位置。我们这边继续往环保运动公园的停车场方向前进。这路线走起来都很像，这里有许多的岔路了，多留意一下旁边的指标，可能会更清楚你要前进的方向。接下来我们就往台东区监理所方向，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停车的位置。哇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平台，我们准备吃午餐。哎，环保公园的北登山口停车场。啊，这里是环保公园北登山口的停车场。哎，听到可以吃午餐了，我们都很高兴耶。吃过饭后，我们往瑞景方向继续。下午的行程，瑞景古井步道，我们继续往。咱先来个瑞景的红砖小镇啊。瑞景红砖小镇，照几张仅存的红砖小屋。前往瑞景古井步道，追寻跌道山口古井。这里有山口古井，等一下我们会经单位的。这个瑞景红砖小镇，这里刚好有一个瑞景古井的看板，每一个老顽童，你看。大中午精神奕奕，太好了耶、yeah! 红砖小镇的小巷还有壁画，沉浸在一个很古老很有乡村味道的小镇上，去看看
百年免枝树，壮硕的百年免枝，看你看树干，还有树冠都相当的壮阔。所以醉酒步道今天是重复最多的一条路，因为你要回到我们停车场，醉酒步道来回到。我们现在要往蓝寮登山步道前进，这条醉酒古道好像是最近刚铺设完成。醉酒登山步道等一下会衔接蓝寮步道，实际上这条是往西的蓝寮登山步道。蓝寮古道有分四条路线 ：A 线、B 线、C 线，还有主线。我们现在走的是蓝寮古道的 C 线。哇，前面又一个真正的好汉坡。这个大概有75度吧，加油！到达蓝寮竹坑登山步道亨德纪念公园，在亨德公园前来了解亨德先生怎么在这地方找景饮水思源的事迹。前面的山脉是大小鲤鱼，认真的想象看看能不能看得出来。底下有一个天梯，16层高，我们就不下去了。是一个古井啊，在苦练水。蓝寮步道主线，啊，在风吹当中，那个鳞片片片飞扬，很漂亮。到蓝寮步道观景台，